拜拜。哎、欸，看有这种，他去打球，我帮他护工，好潇洒、哦。是一颗篮球，我觉得这个篮球运动这个文化啊，可以让一个人欣赏、羡慕或者是讨厌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的一个表情，像生活一样啊，就是要分享的。所以我觉得篮球在我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呢是非常重要，像我本身都会有这个篮球。你们不累，看到你也不累。再看一次，还想看，继续看。
想来打篮球好吗？好啊。